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网红主播的生活。然后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这个游戏之前啊是用的汉化补丁，现在的话是官方带了这个繁体中文啊。繁体中文的话，可能翻译会比官方啊不是比那个汉化补丁好一些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访谈啊、实况啊都有了，而且啊这次最近也是更新了很一些内容吧。然后更新哪些内容我也不知道。目前的话是。相隔上一集啊，上一集第七集应该是蛮久了啊。虽然到时候发的话是隔天发的，因为我这个视频是囤着啊，这个以防不备之需，然后一直是留着的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，到现在还打不开这个。他说每月目标20K，然后福利多少，这还是加不了，为什么加不了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啊，这个哎。翻译还是可以的，这些翻译还是可以的。然后现在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，白色舞会、运动舞会、城市在体验啊，社交网络没解锁，自拍没解锁，包括好友啊，哎呦这个有点坑，和他聊天。我现在要一个人静静，不要烦我哦，好吧，心情特别差。这在上传嘛，对吧？升级电脑，新的游戏影片，购买资讯。资讯，哇，我这电脑速度蛮快的。那现在只有1600，我每月要支付多少钱来着？忘了。每月我要支付1100多块，伤不起啊。现在买游戏啊，打折啊，什么都有了。然后上面这些东西点开就好了。就升级太慢了，20级有的好升了。这个哇塞，这个简直停不下来，都快吓尿了。什么时候啊，偷些主流游戏的影片吧，这游戏简直糟糕，太浪费了，我们买新游戏吧。那这游戏应该我觉得有一个像模拟人生一样加速键就好，一步一步上传一个游戏攻略影片啊。买游戏最新推出的，我看看最新推出的是什么游戏啊。我这钱赚的还挺快的。最新推出的游戏，能不能暂停啊？他这个不能看最新推出的游戏吗？没有通知，什么情况？即将举行的发布会，那通知不见了，刷新刷掉了吗？新游戏，我看看有什么新游戏。其实我们走线路走错了，不应该走那个什么试玩体验，直接走实况这边多好。关注度很高的游戏，哇，50美元，星数要高，星数绝对要高，品质要高，游戏品质也要很高。这个21块，这个便宜啊，这个25块，超级玛丽，这个可以 ，PC 的，13，哇，这个这么便宜啊，俄罗斯方块，这个我有吗？啊，这个好像有。买两个游戏吧。然后让他上去录点其他实况。新游戏看看也关注度高一点。6月5月11日啊，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时候发布的，这游戏我去。都没人玩了。我手上的游戏都是已经淘汰了。真心都淘汰了。只买新游戏了，老游戏都淘汰了，还做不了一个攻略视频，随便找一个游戏做个攻略视频嘛。随便找个游戏，哎，新游戏来了。哪个游戏玩的次数多？怎么看玩的次数多呢？初体验游戏过程攻略，攻略我现在做不了啊，实际操作需要解锁以下天赋，好吧，那我就新游戏吧。开箱开启，不开箱了，不录开箱。还有个游戏呢，新游戏影片，来我们来录两，哇，这两个新游戏爆表了啊，不错啊。初体验游戏过程，
工作站，普通，单向性，高清晰度，其实低清晰度就可以了。工作站一，继续，这个是什么游戏啊？战争二嘛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游戏，反正就先录着了。然后，怎么让他录呢？哎呀，应该先让他录。这个图标改过了，正式打招呼。这图改了，之前这个图标改掉了。短评论十二七，彩虹猫，忘记了，应该去睡个觉。建议，这个是随机了吗？现在？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之前是可以看那个的。专家级评论，我才能显示有多少格了现在，但是我点数不够了。有生气，没了，下一个。现在剪辑好像这边没有变啊，我这用了一个这个玩意儿，是用了一个盗版的玩意儿。好，然后要加入这个。彩虹猫无所谓了，看人品啊，人品不好就要罚款的。我刚刚说这个彩虹猫会被罚款的，罚就罚吧。哇，兴趣度，这个条条也改了，跟上一集的这个，差一点点升级。发布影片，来吧，罚就罚吧。我觉得我要先睡一觉，先让小伙伴去录视频，买两个新游戏录录。这个老游戏都录腻了，游戏过程。让他做影片啊，不是我自己做影片。开始。对的，工作站啊，低清晰度，二。OK， 继续，自动。这个我不要做了。怎么扔掉它？这个 扔不掉了。彩虹猫还在制作中，上传速度超快。现在我们前传的还是蛮快的，吃点东西，进食，它自动去进食了。它不能选择吃的东西了吗？现在不能选择吃的东西了，只能进食了。可以。刚刚怎么自动选择进食呢？这个面有点强，瞬间五十点解决。哇，240罚款，不绝。下次不用了，坑了。新游戏在 PlayStation 3，是 PlayStation 吗？ PS3 上面。买新游戏。我主机买得起吗？ PS3。PS3 都出来了，我的天。主机。559有点贵。先不买吧。先再做点其他的。这个做完了。显示结果，哇，这不错，内容质量还可以。发布影片，我交了200多的罚款，然后这视频可以把我200多块赚回来吧。我怎么做新游戏啊？卡住了。工作站一啊，一不是空着吗？继续。他做一集，我做一集。打招呼啊，这次不用盗版了，用盗版啊，就坑死我了。无聊的评论，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加成了。他没那个加成了。音乐可以翻倍，但是没有音乐。这难度好像比较高了，现在。这个到底是这个不能用，偷来的影片不能用。看不懂它是对颜色的吗？
啊，对颜色的，对框子卡牌的颜色了，现在。啊，也不对啊。这个对，好像以前是有看那个标记的，现在没标记了。我去，必须要用彩虹猫啊！有毒啊！有毒啊！这个没卡牌了。叉二。啊，两个盗版，惨！啊，惨了！现在难度好像比以前高多了，现在可玩性也高多了。为啥两个盗版？我就不放上去了，盗版。那电脑坏了，我去。盗版的我就不放了吧，就这样吧。结尾用到一个盗版的，我去。这个零零是什么鬼？啊，盗版的我就不放上去。色彩等加入标题。53，哇，3000多的内容啊，我去。哦，盗版我就不放了。在干嘛？跳舞啊？做影片。他在做我这个，两个人反复做，做游戏过程，然后刷，哇，我这个工作站坏了。2号工作站我想升个级，但是没钱，现在修理20块，还行，睡一觉。好，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戏内容比之前稍微丰富一点点，因为它这个盗版好多。聊天吗？哇，我已经交了每月账单，我没钱了，1100，包括这个，他800块，哇，这家伙要收个800块，哎呀，没钱啊，房租倒是没多少的，就他的工资要扣800块，哎，怎么又来版权问题嘞？160，我这个没版权问题啊。哎，不放上去也扣的吗？有鬼啊！这建议永久封锁呵呵。这个我没放上去也算啊，这个有毒啊！推广要100美元，推广不起啊。买新游戏，有没有其他新游戏买来然后录录？最近有新游戏多买点，疯狂录一下，而且要人气高便宜的那种，价格要便宜的。发布要月布了，好像可以拿经验值，关注度要高的，我去，这个好贵啊。PC 的，仅 PC 的，哦，这个可以啊，只要11美元。这个也好，就是有点贵。发售新游戏了，62。好的，获得等级经验值。来一个合作吧，做制作合作影片。哎，不对，有新游戏到了。合作影片的话，我可以做这个。反复做这两个游戏，哎，不对，新游戏来了，不开箱了，新游戏不录开箱。我有新卡片，谢敏啊，选择反应卡啊，好吧，合作影片新游戏啊，搞个新游戏宝宝合作开始。1号工作站，是的。单向、双向、普通防喷，清晰度全高清加起啊，这个不要全高清，我觉得全高清现在我工作站点数不够，没钱升啊，现在维持一个月要交1000多块，有点累。正式打招呼，哎呦，我这点数忘记提了，哎呦我天，反应卡。用最少的，
那是不是要猜了？现在，现在这个是随机猜的东西，我去，怎么全盗版的？哎呀，哲学，哲学，欢乐的大象，愤怒，过场动画，愤怒是什么？有趣的评论，好了，来个二，耶，挥手告别，哇，正好一套流程打完。编辑，哇，前进了。这现在这个长度真不够了，这个低的就换掉它，高的给换上去。连不上了。这换上去就连不上了。嗯，二二三二，这个换掉它。那这个三杠二换上去。哎呀，啊，这样可以 ，OK。然后把这个十二十二十二六，然后再加个标题。啊，标题不行，加现在差什么？啊，柔焦啊，都提到十，你的粉丝在减少，该多发几个影片，邀请去看电影呗。减百分之，减二十五是什么情况？这次电影好点，来看看吧。不不不，不去看，我们要抓紧赚钱。合作视频搞定了，是，哎，这个好了，最多观看次数。哎，要吃，进食了。之前进食怎么自啊？它自动会去吃，现在吃汉堡，嗯哼，然后睡觉。我订阅数现在是38万啊，浏览数是780几万，还行，就节奏有点慢。有没有新的游戏发布啊什么的？哎，这个怎么调校那么高？没咋聊天啊。哇，这不错，合作。500年，来点饼干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20块就没了。推广，100，推吧，推起来，找人聊聊天。我一个人想，再想静静，一步一步。这攻略影片这点数，我现在升级太慢了。让他再去做影片，反正累不死。新游戏，刚之前做这个对吧？这个还没做过。合作，再来一个合作。我跟他合作视频，我觉得合作赚钱赚的比较多。工作站一。来吧，哎，快过来啊！你别跳舞啦，我们是合作视频啊。对啊，这房间我不知道要用到什么时候才能升上去，要不断的累积粉丝，粉丝数，然后累积那个，这个，啊，它这个亮的是那个，现在跟那个以前不一样了。它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又是版权问题，有毒，又是版权问题。哎呀，不小心选错了，这版权有毒啊！哎，什么时候能把版权买下来啊？又点错了。专家级评论，哇，是愤怒的评论。他为这个，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明白，不明白这个亮的是什么意思。啊，有版权的音乐，拜拜。版权那个我都不敢放了，估计又要版权问题了。
版权问题啊，放就放了，读就读吧，无所谓了，豁出去了。版权有问题就有问题吧，好年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这个亮的是小伙伴的反应哦，2000不搞啊，内容不行，感觉马上就要版权出问题了。好的，哦，给粮啊，给，还是去发布会吧，给经验值，虽然有点墨迹，做影片。参加课程就算了，参加不起现在。反复做这两个游戏的影片，哎，这个哎，哦，这做个合作，这没做个单人的。工作站二，参加发布会几号来着？7月10号，广告邀约，给480。主题是帮我们这个游戏做一个主机游戏视频，游戏过程影片就实况吧，可以啊。免费送上门的游戏，我怎么，哎，居然没版权问题啊？好吧，居然没有版权问啊，没有，有版权问题还没有出现。现在我们这个点数可以点这上面的。获得6%的额外订阅，更多的赞，更多的赞吧，我觉得。游戏来了，开启。新游戏第一个吧，什么这个的，要做一个游戏过程的影片。工作站一。这一是有还是没有？工作站二，忙碌中。工作站一，那我怎么跳到上面来了？工作站一在下面啊！啊，版权又来了，168，我天！给，真是的，我不差钱，我新天赋，新卡片。最大灯泡数加二，多了衣服啊什么的。现在我们衣服什么的买不起。哇哦，愤怒的短评论，这我不知道怎么对应这东西，但现在只能凭感觉吗？游戏挂了，建议，应该是自恋的评论。短片，长评论，也没有什么。特别说自恋的评论啊，这我不知道怎么对得上了。啊，别再来彩虹猫啦，有毒啊！不要再来啊，惨了，他必须要用彩虹猫。啊，偷来的影片，惨了，两个有版权的。我不用好像它也会算上去的，现在有点坑，我不用的话它也会算的。专业版 Premiere 专业版，我不用，我再试试看，不用。不用好像也会算的，有点坑。标题吧，看起来49啊，确定，不给经验值啊，不去白不去。好了，你接着做啊，显示结果，164，不错，可以啊，发布影片。
香港发布会，我电脑坏了，电脑冒烟了。演讲啊，又来了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要听到无聊的声音，但是没办法，有经验值吗？注意，我看不见他脸了。就是他应该把这个速度弄快，你知道后面是打小蜜蜂嘛，沙盒游戏是电脑独占的，将会是电脑独占的。三 D 该游戏预览版已经获得了好评分，能免费拿一款吗？该游戏将在7月13日上市，价格是49.99。好吧，好的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这好像速度比以前快多了，以前磨叽半天一个发布会，现在发布会速度变快了，肯定是官方改过了。然后录制采访交谈，之前跟谁关系不好来着，忘记了，交谈一下啊，据说看电影加的比较多。来看个人简介，工作哇，700多，他是第，他排名第34啊，46，我这为什么这些人工资都比我高？排名28，排名好像真的没啥用处，你可以雇一个低等级的，等级略低。哦，这个为什么那么贵？23名要870多，烹饪节目。烹饪怎么都是玩烹饪节目的了？我也想玩烹饪节目啊！有没有解锁这东西？好，来拍张照，摆个姿势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好，谢谢光临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没给我经验值啊！现在有没有解锁新的这个东西？我们先保存一下，退回哦。好的，我们很期待你的往后的合作。要聊天吗？可以啊。好吧。哦，那个给我400，哎，这个我不是做了吗？哦，还在上传中，还在上传中。哦，电脑坏了，我去修理一下。修理员瞬间就来了，我电话还没打呢你就来了，太好了，非常感谢你，我们会再次联络的，广告邀约。哇，2100了，接着录啊，做影片，反复刷影片，记得要买衣服，但是我买不起衣服现在。我这第一个怎么跌成这样了，我天，哇，上面那个显示屏有点溜。第一个，我才没录几次啊，你就跌成这样了，我去！哎呀，这买的游戏这个跌的惨啊，一个字叫惨啊！啊，先不，先吃东西，先买东西，购物，我要买点食物。买点食物 food 啊，买这个披萨3块啊，不啊，3块披萨那么贵，贵死了。13号有新游戏的穿衣服演讲，我没呀，我没其他的衣服，作为一个平民，我们都是来升装备的，买不起衣服啊。啊，又来了！这是一个勇者斗恶龙的游戏，你看，而且是一个维京的维京武士斗恶龙。我去，每月要付那么多钱，将会是独占的啊！这个主机我有，
们要开始囤钱，升装备啊，不不，预览版要不断的买新游戏，房子买不起啊，想换新房子换不起。小伙伴这钱哇，49块，7月14号。好了，鼓掌。赶紧每人打折对折，今天来发布会的每人对折。哎，都不给对折的。好的，是之前哪个人关系跟我不好来着？我们不跟他们聊天，拍照拍照，拍完照就走了。姿势，咔嚓！哇，这经验值挺多的。保安那么凶干嘛？好歹我是有44万订阅的。哦，好歹我是有44万订阅的一个人，好吧？做影片。这个子为什么他做影片这个点击比我高啊？有新任务可用，什么东西？前方隧道，怎么鬼啊？游戏过程这怎么卡住了？这上面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卡住还是什么情况，不管他了。来吃食物。嗯哼，啊，这个面直接管饱的，哇，点数直接满，睡觉。才52点。好了，那么这集的话我们先到这里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订阅。啊，然后我们已经又提升了一下这个排名，提升到了第11位，在那个啊，在我们这个视频网上，我们是第11位，但是这个群网功能好像还是不能开。需要豪华公寓才能加入，每月还有那个指标和收入，还有版权保护10%的，所以我们要提升公寓的话有点麻烦。你看看啊，啊不是工作，现在工作已经不能满足于我了，随便录个视频200块，啊每月950有点贵啊，每月950再加上好友，那每个月要有1700，要有1700-1800的钱来那个啥，烹饪由你出钱。不要学习，不要，然后课程、好友、室友，搬不起啊，要多600块的钱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多存点钱，到时候搬过去吧，因为那样可以加入那个，啊，可以加入这个叫什么来着的？那样的话可以加入这个群网，群网的话可以提升我的这个，点击的钱，越高越厉害，还有 VIP， 你看，需要豪华公寓才能加入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先到这里，下期的话我们继续啊，这个做我们的视频。